还看起来在乱抽。他长得有点乱。他看起来在乱抽。这是什么鬼？好乱！他看起来在乱抽。这看起来乱抽。这怎么了？这是直线呢，他为什么可以走？他根本就这样，这是10A 啊，还是5A？ 啊？是怎样？我真的不懂那个花边要缝什么样子。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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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行，我们来看看9A 好了，9A 看看。在这。他被往外哇，听起来不妙，听起来不妙。他捅回自己的洞里面，他把自己穿过去，这样。我们来看看，这看起来还行。看起来整齐多了。真的很整齐啊！所以越奇怪，他那个线，他那个针就要越。他要狂跳。越彬彬，对啊。然后我觉得他就会坏掉。那我看来。应该平常都是用一吧，其他应该很少用，而且这个现在目前是蛮松的，可以再紧一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用到这个花边？就是帅啊！用你的衣服缝出来可以。你有看过衣服是这个缝的吗？就那个这个收边，它就会长得日日。啊，因为要用越多越好啊，然后这样子才不会整个解体啊。来看看，我再来试试十二，重新挑战十二。看来十二他们不是很开心。还是要先用打气。没有。你之前打女装 ，OK, however, I need a suitcase lock. I don't know where is it. Do you know which one I'm talking about? 616. So what's your number? Your birthday? You have changed your birthday. No problem. So the number is your. The number is your sis' birthday. 5 3 0. 看来他不喜欢十二，所以无法。那其他的那就9C 好了，看他超密会怎么样。九 C 你刚刚不是试过？九 C 还没有，我刚刚是9A。哦。往生。进去啊！太赞了。一定是惯性不够大，真的觉得好累哦，不跑路。
针，它是这样斜的插进去的，所以应该比较难。停下，快停！然后回到最开始的 ，EA， 你可以用 EC 试试啊。EA 就顺利，哇，他也卡住了。那个针是不是斜的？是啊。所以插不进去应该是他斜的。哦，是这样吗？他歪掉了。那就来瞧一下。是啊，是有点斜的，再回一条，就把它凹回去了，还会爬叉吗？怎么凹啊？我不知道，用锤子吧。你画一根嘛？刚才几啊？14吗？啊？啊？什么鬼？写什么？9014。那、啊、前面那个数，前面那个数字是干嘛的？长度吗？就我不知道，可能是直径之类的。不是啊，14才是直径吧？14不是编号啊？14不是粗细吗？还不是真的编号吗？那90是什么、啊？直径吧。什么？啊，16不是100吗？对啊。那所以15是95是不是？谢回答。酷炫的针，真的。太酷炫了！咦，我来吃鸡，吃冷的。哇，超冷嘞！算一根针。Yeah.